加州公共卫生部表示，将会在626夜市的两大活动地点 Arcadia 市的 Santa Anita 跑马场与 Costa Mesa 市的呈现博览会中心设立疫苗接种站，方便游客在享受美食之余，还可以顺道免费接种新冠疫苗。且活动好上加好，凡是在现场接种疫苗的民众，不但可以获得一顶有626夜市主题的精美球帽，同时还可以获得$10的626夜市餐券。此外，活动还联手多位社交媒体上的知名网红，用各种方式来宣传、推广与支持接种疫苗，一同来帮助民众正确认知疫苗的安全性，普及民众的疫苗常识，并且了解疫苗对防范病毒感染的重要性，借此提高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，最终能全面推动疫苗接种计划。年满12岁以上的民众参与626夜市活动，并且现场免费接种疫苗，可以把握8月27号到29号与9月3号到5号前往 Santa Anita 跑马场，或者是10月1号到3号、8号到10号以及22号到24号前往呈现博览会中心。若想获得更多新冠疫苗讯息，还可以直接查询中文网站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